你是拍横的。好，这可以走。你可以摆几座。大家好，我是创联协会的成员，我是吴凡。然后在会里面，我是担任活动摄影师的部分。这一次是创联22次聚餐，那也适逢2012年12月22日，这非常的巧合。祝创联可以办到100次，谢谢。